今天来的一个新，不是新伙伴，老的，资深的台湾前球王来台中吃完饭之后，我会把他带到坛子，就给大家好好谋略一下。OK， 他呢一来就被这些妇女们团团包围，婆婆妈妈不管旁边的小孩了，这些小孩在吵闹，他们还在问东西。我们现在换战场，来到了修克他家。安德今天打得怎么样？打得好玩，只能说很好玩。比例跟以前不一样，年轻人都哎哎叫。那别老了啊，几岁了？我比你耶，88，1988，聚会的时间都少了。打球手感会忘吗？这脑袋瓜没有恢复。学长，我们当年湛江球王嘛，我对学长非常尊敬。30年前是35年。哇！本门功夫要恢复一下，学长登高一呼。登高一呼干嘛？号召一下，等一下要做那个长青单打挑战赛。吉文老师跟阿乐来好好 PK 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一起七分，好，就这样子了，走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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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为了拍一个人跑过去。哦呀！喂，这个，假戏致敬，收一个。被抓到了。哇！镜头还没转过来就赢了，哇！幸福姐的 nice， 佳姐每个礼拜还是会来这边一次，但这个不算正式比赛，不会给我未来在正式场合遇到佳师带来任何一点点的信心。太久没打，很好啊，传球也很强啊，然后我拉杆被你守习惯了。谢谢我们阿乐来台中，真的谢谢。好，还有机会。对，下礼拜还要再来。下礼拜。今天打输了，回去有理由练球。感谢。OK， 谢谢啊。